嗨，小朋友，现在我们来学句型。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家庭成员。他是爸爸，他是妈妈。他是哥哥，他是姐姐。在提问的时候，老师会问你“他是谁”，然后我们再来读一遍：“他是谁？”他是爸爸，请跟我一起说。他是爸爸。他是谁？请跟我一起说。他是妈妈。他是谁？请跟我一起说。他是哥哥。他是谁？请跟我一起念。他是姐姐。小朋友读得非常好。